大家好，我是不二红城，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接下来请您欣赏精彩曲目。大庸阳戏一般指张家界阳戏，湖南省张家界是永定区地方传统戏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起源于清中叶，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属于北路阳戏。演唱特点为金线吊葫芦的演唱方法，即演唱中真假声相结合，唱词用真假，说唱用假，嗓翻高昂，有较为固定的唱腔，有激情悲愤，天生夺人的饱满，长须舒适的正宗，欢快轻松的韵脚，滑稽诙谐的金钱条等十余种。阳戏的得名有两种说法，一是讲阳春的人，指农民演的戏称为阳戏；二是因为罗晋与阳戏同本演出，罗晋是为娱乐本神而演。称阴戏，阳戏显然也有开罗晋的酬神演出，但在庭前扎台唱阳戏，主要是愚人，故称之为阳戏。是清朝中叶真余成熟，生旦净末丑行行其动，依略唱腔，表演城市、化妆、道具等，以达到戏剧要素之所需。2011年5月23日，张家界阳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编号次数157。张家界阳戏的传统戏剧是100多出，代表剧目有桃花帮灯、盘罗亭、劈山救母、生死海等。下面，请您欣赏桃花帮灯选择。我这次呀去呀。白话多，我就是这样一下子，这个包裹姨娘全归我手，是他落得一个死而无失。人儿不给，给去不是干净利索吗？凑亲，一家就变成真。老师啊，我就是那张红小爷府的姑爷了啊！这个张红小爷府，他莫非就在此地？给我先叫一声。啊哈，门上有人呐、老人家，几位一声，这个张红小爷府正是啊。换你，换你啊！给我通禀一声，听说他那鬼子府的杨天斗，大人啊！公子请长，多谢，多谢。有请相爷。家人在，有请何事？禀相爷，鬼子府里来了，学习他说道就道，快快有请。是，慢来。想当年，我与杨家订婚是以聘为根，可是我那爱惜那夫从未见过。叫他拉皮少前。是。哦，公子，我家相爷有话，叫你品上前，人在后。
商业他有文凭啊。真是。哎呦啊。文凭呀。工资少吧。哎多谢。想给请看。不错不错，果然不错哦。家园在，快快有请。是，有请杨姑爷。来了喂。我儿命该如此，我儿命该如此。